黄山这几天一直下雨，冬天一下雨就很冷。不过雨中的徽州古城一定特别美。没错，我们现在就在徽州古城的官府，相当于现在的市政府。进门之后，先是一个小广场，走过这个长廊，我们来到了后院。典型的南方园林风格，这是传说中的水帘洞吗？最里边还有一个更大的花园。好多鲤鱼呀，鲤鱼能带给人好运。我们从官府出来了，现在去生活区看看。今天虽然下雨，人还挺多的。妈妈在和孩子讲道理，哈哈。古代的时候，一个男的可以娶几个老婆，几个老婆住在同一个房子的不同楼层，房子中间没有屋顶，尽情听雨声。远处的山像传统水墨画一样，真美。